住这三种房子的人呐、啊，老师真要恭喜你了，你们的房子非常难得一遇，谁住谁发财，赶紧对照一下，看看你中了没有。第一种是坐西北朝东南，咱们风水学上有一句话，说巽水一少可救贫，说的就是这巽水的力量之大。风水中的巽即东南，所以住这种房子的人，学业事业呀都非常旺盛，非常容易催生富豪。第二种是坐东北朝西南，这叫丑山未相，是旺山旺相，这种房子利于财运发展，财会源源不断来，收入也会与日俱增。第三种是坐西南朝东北，这种房子非常难得，一旦出现必发横财，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，住这种房子之人迟早是一夜暴富。你家中了吧？如果不知道自家房子方位，私信老师，我来亲自帮你看看。